宋少卿带嫩妹口欲喷发。没错，我是宋少卿，我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摇什么头？好，当然要摇头啊，你自己看。发现了，他一直看你，你害怕换位置？又吓一跳，还以为被发现了。苹果日前在大安区汤圆名店发现宋少卿跟梅亚单独吃汤圆，这梅亚浓眉挺鼻，看起来顶多二十出头，确认不是宋少卿的老婆谭小诗。宋少卿跟圆脸妹对坐，还一起看手机，水蛇碰到了啦，聊得开心，吃得更开心啊！趁这个时间来回顾一下，宋少卿2006年跟空姐谭小诗结婚，结婚3年就被拍到陪女性友人小 J 逛街、搭肩、魔法动作亲密。事后宋少卿否认出轨，说跟小 J 是朋友啊，糟蹋标准这一次。OK 的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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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的。哈，啊，你们是有多饿啦？要怪什么？哎，那没有跑去买甜汤，根本呼应店家的招牌 I love it。最后宋少卿跑进洗衣店，那妹人就坐在车上副驾，宋少卿出来，拿着棉被的意思是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宋少卿回应，那妹是他表演课学生啊，干嘛大手牵小手碰手机？他喊冤，怎么可能，我最讨厌人家用我的手机，连我老婆也是。并澄清跟老婆感情没问题，自嘲有人跟拍表示自己还红，还说明年是结婚10周年，想给老婆一个惊喜。听过了新闻，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哦。好，戴森温馨提示，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-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